睇西甲你會諗起咩啊？巴塞、皇馬、馬體會，係咪識到呢度咋？喂，其實仲有好多球隊嘅喎，皇家蘇斯達啦、畢爾包啦，係咪唔識先？睇埋呢集你就變專家㗎啦！我係正職睇波 boss MJ。我哋成日都話年青人咧就係未來社會嘅棟梁啊！咁喺足球世界咧，大家都好關注青訓工作係點樣嘅。而喺西班牙咧，有兩支嚟自巴斯克地區嘅球會咧，都係真係好值得大家借鏡啊！講緊嘅就係畢爾包同埋皇家蘇斯達啦。大家又知唔知佢嘅故事係點咧 ？Hello， 我係出道踢前鋒，而家打防中嘅足球評述員兼主持人房中維。Hello。歡迎收睇呢一集嘅《乜波都知》，係啦，有嘉賓啊！喂，房中維點解會有呢兩位嘉賓喺度？哇，犀利啦！即係如果你單睇波衫咧，你都可能未必認得到係邊件打邊件啊！哇，今日咧就請咗巴斯克地區嘅兩間好有代表性嘅球會，請到佢哋球迷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嘅。咁喺我隔離咧，哇，有架車。呢件咧就唔係波衫，不過外套咧就已經好明顯有個皇家蘇斯達嘅 logo 啦，係真係要同觀眾多多介紹嘅，即係皇家蘇斯達同埋我側邊呢位咧就係呢個畢爾包嘅 Eason， 咁呢兩個咧就係巴斯克地區啊，西班牙有好多地區嘅。大家可能知道巴塞隆拿就是呢個加泰隆尼亞啦，咁除了呢個咁有即係地方意識的地區之外咧，仲有地區叫畢爾包咧，都是很有他哋嘅傳統地方嗰個概念嘅。咁所以今天咧就揾咗呢兩位嘉賓上嚟啦，即係要介紹多一次畢爾包同埋皇家蘇斯達，佢哋係同一個地區入邊嘅球會嚟嘅。因為巴斯克地區咧就即係始終其實屬於西班牙北面啦，咁其實即係好多好青訓。你可以話青訓的造星廠啊，除了畢爾包、皇家蘇斯達之外咧，仲有當然就係奧沙辛拿啦。咁其實我而家著緊呢件波衫咧，艾拉維斯都係屬於呢個地區嘅。咁我即係我兩件波衫都有無謂得出一啲嘉賓啦，係咪先？咁所以出件艾拉維斯上嚟。喂，咁但係真係要問下兩位啦，問下你先，阿車。係。皇家蘇斯達球迷當然啦，我哋都相信你不會因為戴維斯華或者蒙尼爾，即係嗰啲咁新近加盟嗰啲咧，我哋知道你不是跟球員嘅，我知道你不是啦。喂，你係邊個年代邊位球員或者即係嚇邊個時刻令到你愛上皇家蘇斯達咧？其實我是在八歲的時候咧，就是因為我嗰時咧，我阿爸咧好中意買啲報紙，咁嗰陣時咧就買咗啲報紙，嗰啲報紙有體育版噶嘛，跟住體育版入邊咧有好多嗰啲球會標誌，嗰啲對賽。表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啲小朋友細細個咁啊，就好中意剪嗰啲球會標誌，跟住儲啦，跟住見到皇蘇嘅標誌咧，係好得意啊！我覺得好似有個人咧，係騎住個掃把咁樣，跟住啊幾得意喎！依間球會，跟住漸漸就開始留意咗佢嗰個。嗰隊波啦，已經係咁，但係嗰陣時，因為你知嗰陣時係冇乜電視轉播啦，咁啊嗰陣時係有某一啲可能內地嘅電視台睇，咁我可能睇得幾場，但係已經覺得好開心嗰陣時嘅。哇！好長嘅年資喎，同埋哦五十年啦，係嘛？唔係唔係，我假設我假設你十八歲、廿八歲咁都十年、廿年啦，唔短㗎。喂，但係嗰個標誌咧，即係可能大家可以遲啲。zoom 近少少，或者即係睇清睇清睇清啲嗰個標誌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古色嘅足球，係都唔知形容佢做足球好啊，即係啡啡地色咧嗰只皮球嗰只咧，咁我想係咧嗰支誒唔知掃把定咩嗰支，係啊，真係好鬼死，好鬼死個 design 好鬼死奇怪，我自己覺得，但係就咁樣就係因為咁樣我就中意咗呢隊波啊，係嘅係，因為 logo 係啊，咁我又睇下阿 Eason 啦，係嘛？我就係其實嗰陣時細個咧，即係我細個好中意睇波嘅，咁跟住嗰陣時睇 cable 嗰陣時，咁跟住就播西甲喎咁樣，咁嗰陣時就機緣巧合睇到畢爾包啦咁樣，跟住嗰陣時就有個球員就哇覺得佢滿場飛，跟住又射得扭得傳波又勁，跟住遠射又得啦，即係你叫組織又得喎，咁嗰個球員係邊個咧？就係耶斯迪。耶斯迪，耶斯迪啊！咁嗰陣時係十號啦，耶斯迪嗰陣時真係就會覺得哇！即係嗰陣時細個都知道啊，十號咁應該係呢隊波真係一個擔當呢個好重要嘅角色。如果大家即係未必知道耶斯迪嘅英文串法咧，就係 Y E S T E 啊嘛，啲人點冇錯冇錯，厲害厲害厲害！跟住就係啦，中意咗佢啦。咁繼而可能留意其他球員啦，即係可能艾斯巴利亞嗰陣時，跟住艾斯巴利亞嗰陣時都踢到入西班牙國家隊嘅，我記得係啊。咁耶斯迪就我記得就冇入過嘅。
咁跟住就一路都 keep 住去追呢隊波啦。咁跟住更最近年深刻就一定係歐霸咁樣，都有踢到成績啦。咁跟住再要請埋而家即係列斯聯嘅主帥啦，即係比爾沙。咁啊，教到呢隊波嘅風格係更加之好睇啦，比起以前。咁跟住就一路就哇，覺得好多好球員啊，即係靴里拉啊。咁我好中意，另外而家近代就好中意迪馬高斯啊咁樣。即係呢啲全能球員就好中意，咁就一路所以好就好中意呢隊波咯，同埋一路好堅持佢哋用巴斯克地區的球員，呢樣好難得咯，即係你喺其他四大聯賽都冇呢樣嘢咁樣，係啊。呢個真係超級強勁啊！即係我嘅足球知識話俾我知咧，好似世界上我都唔印象中都唔記得我哋咁嘅球會，就算香港球會啊，都唔係咁多球會可以淨係用華人啦嚇，好似有試過全華班嘅，但係都好難長期都係用一個地區嘅人。咁而畢爾包就係做到，而且嚇。印象中佢哋嗰個成績都唔差喎，有入過歐霸、入過歐聯咁樣嘅喎。但係你作為球迷，即係真係要問一下兩位啦，即係大概知道兩位嗰個出發點嘅原因啦。但係喂，有冇辦法中意到咁耐啊？佢哋仲有咩吸引你？一定有啲嘢吸引到你嘅地方。除咗呢個耶斯迪之外咧，即係佢仲有冇咩吸引到你嘅地方？我又覺得佢就永遠即係佢一來佢。西甲咁多年以來，佢冇降過班嘅。其實除咗皇馬同巴塞之外，好勁。係啊，即係其實係呢樣嘢已經好勁啦。咁樣同埋即係最當然最主要原因都係即係淨係用巴斯克地區嘅球員啦。即係你見其實畢爾包基本上買賣嗰啲，從來轉會傳聞都唔使預佢哋嘅，基本上零啊零啊零啊，係零金仔。佢哋靠嘅真係。賣高價賣出嘅球員，即係近年你見到阿艾利沙巴蘭加啦、拿破迪啦咁樣，咁去曼城同車路士，咁嗰度就可能有翻啲轉會收入，咁啊，從而咧就去阿對手阿車嗰隊阿皇家蘇斯達刮咗阿恩尼哥馬天尼斯，你好似心有不忿喎，唔係我佢心有不忿，係即係靠呢一啲嘅運作先去維持嗰隊波咁樣咁。好難得咯，同埋可能即係都係近呢十年先有一個即係波衫先有贊助商，但係佢哋都好堅持嘅，即係佢就算揾贊助商，佢都唔係會揾第二地區，佢都揾翻巴斯克地區嘅石油製造商啊、銀行啊咁樣去即係贊助你嘅球隊啦。咁呢樣嘢我都覺得好難得嘅，其實係啊。哦，連贊助都有門檻。係啊，蘇斯達嗰邊又點咧？其實蘇斯達咧同Eason嗰對畢爾包好相似，都係好重視呢個青訓。咁佢有咩球星出現過呢？首先係沙比朗素先啦，跟住第二個基沙文啦，呢兩個就即係世界級球星啦。係啦，咁其實依家皇蘇都係 keep 住咁耐嚟都係 keep 住個青訓，咁每年都彈好多新星出嚟。咁近期好似奧耶沙巴啦，再近期啲係啲譯名係嘛？係啊，就係、是、我又唔知點讀啊 ，Supermandy 啦，蘇比文迪係啊，蘇比文迪啦，係啦、啊，佢啱啱依家係佢同嗰個馬連奴係嘛？係係啊，唔係美連奴啦，去參加緊呢個奧運啦，係啦、啊。咁其實你見到皇蘇嘅青訓係真係唔錯嘅，好似係我記得好似有新聞話佢係。佢係一隊球員嘅青訓比率咧，係四大聯賽可能排一定係排頭十名以內嘅，其實同批巴一樣啦，當然。喂，即係你問我咧，即係點解即係作為皇蘇球迷嘅阿車咧，都要望一望咧，因為其實即係對於西班牙球員嚟講咧，大家都知㗎啦，最麻煩咧就係好多費南迪斯、靴南迪斯、加西亞嗰啲叽哩卡啦嘅城市咧，咁所以就算你話。皇家蘇斯達本身都有，譬如即係你話卡魯斯、法蘭迪斯啊、恩尼哥馬，呢啲好易讀㗎啦已經。但係最慘係，如果你淨係齋講馬天尼斯，咁阿Eason就會話：喂，你講緊係恩尼高馬天尼斯定係查維馬天尼斯啊？咁即係講笑咁講啫。咁但係如果你問話講翻呢兩間球會咧，其實喺我作為中立球迷的角度去睇咧，我覺得傳統以嚟畢爾包嘅作風咧硬淨啲，踢法就冇咁華麗啊。即係一個比較傳統啲，可能你覺得係一個平排嘅4-4-2陣式啦。咁前面真係，譬如你舉近屆為例咧，前面咁有一定路易加西亞啦，加未退休前嘅阿杜利斯啦，咁啊真係好合拍嘅。一個喺前面即係衝鋒陷陣，另一個就把握機會一個射手級嘅球員。皇家蘇斯達就唔同啦，佢哋幾著重地面組織嘅，即係由後場慢慢做一個串連啊，到啲猜傳咧。
其實那些地面組織是很行雲流水的。不過呢就近屆上屆除外，上屆其實防守叫好一啲嘅，但係嗰個感覺咧，係我明白，我知你想講咩，即係失球數字係少咗，但係都係可能大家都係差不多之下咧，咁啊黃蘇好似突出咗啲咯，但係其實向來咧都係進攻為主啊，咁呢個就我覺得我睇到嗰個風格。嗯，我更加想俾觀眾認識一下咧，即係最好由兩位球迷會嘅朋友介紹一下俾你觀眾知啊，即係佢有吸引到你嘅地方咧，應該都能夠吸引到其他球迷嘅。皇家蘇斯達上季好似成績都唔錯啊，都上到去呢個歐洲聯賽有得打歐霸，係啦。咁佢你而家佢哋踢緊啲咩陣式啊？有啲咩吸引？係咪真係好似阿房中維咁講，係打進攻嘅，定係進攻都有好多噶嘛？咁佢哋而家大概點樣玩㗎？他們現在大概是打4-3-3的進攻的時候，伊薩打最前，跟住奧維沙巴打左邊，右邊就是撲道或者是贊奴沙，不過主要都是撲道啦。中間就是美連奴啦，跟住可能如果伊賴拉文迪不受傷的話咧，就係佢啦。如果通常受傷啊，通常依兩季係啦，所以通常咧就會係由依個叫基蘭拉啦，應該16號嗰、那個古華拉，古華拉啦，同埋依個蘇比文迪啦，去擔任依、這個4-3-3其中一個位三個其中一個位置嘅。明白，即係防守中場截擊係啦，防守中場嗰個嘅。因為講開伊拿拉文迪咧都幾陰功啦，即係都見得佢就係本身係皇蘇青訓產品，跟住去咗皇家馬德里，點知咧就即係冇乜機會上陣，咁啊翻翻嚟，咁點知跟住冇耐之後又重傷，咁啊都好可惜，咁即係亦都係另一位嘅球會嘅打起咗青訓產品，然之後就有大球會睇中咗。畢爾包當然都有啦，係嘛，醫生？係啊，但畢爾包就上年就即係其實季中換個教練啦，其實即係佢。炒了加爾坦奴，就請了馬塞連奴啦，咁轉咗陣式嘅，就打翻4-4-2，因為嗰陣時加爾坦奴嗰陣時都係4-2-3-1咁樣嘅，咁馬塞連奴咧就係、是、即比較就打翻以前畢爾巴啲風格少少咯，我覺得即係穩打穩扎啦，學下維華曬，即係唔係好華麗嘅，即係好實際嘅，即可能都係啲波由兩邊去啊，靠啲傳中啊咁樣。咁其實最主要其實都係靠上年就係佢有個收購就係買咗拖連奴啊嗰個比倫古亞啦，咁跟住其實上季神射手全隊第一個都係佢，但其實都係入得8球，係啊，咁即係其實畢爾包個問題咧，我就覺得近年就可能即係自從阿杜列斯退咗休之後咧，究竟幾時可以揾翻一個？即係比較穩陣啲嘅射手啦，即係始終覺得可能恩尼高啊，唔係，所以阿恩尼基威廉斯同埋即係蒙尼恩本身始終都唔係一個純射手啦。咁恩尼基威廉斯其實有少少失望嘅，我可能我覺得係即係可能啲傷患嘅問題啦。咁就好想可能即係其實呢隊波揾翻個好啲嘅射手，睇下成績方面會再有啲進步啦。有難度啊，要喺嗰、那個。巴斯克地區嗰度咧，呢個框架之下咧，要揾到個可靠嘅射手。但我聽落有冇睇下有冇聽錯先？即係畢爾包咧，就係穩打穩扎啲嘅，可能失波就比較少，但入波都唔多。係啦，而皇家蘇斯達咧，其實就進攻多啲嘅，但係上季嚟講係咪入波就少翻啲？但係其實佢咪入波失波都多㗎。佢入波其實都 OK 嘅，失波其實。失波其實都叫少啦，但因為以攻代守嘛，但係當人哋強攻嘅時候，其實通常兩個中堅都會有時候派交，通常係以5號嘅蘇比迪啊，因為其實本身係踢防中嘅，咁唔知點解呢個教練好中意嗌佢踢中堅啦，咁啊令到咧佢成日都會派交，因為佢其實我覺得佢唔擅長踢中堅呢個位置，咁同埋佢冇其他中堅啊，你見到佢除咗蘇比迪啊同埋依個拿洛文迪之外咧，其實佢上季基本上係冇中堅可以，同埋聽到啲啦，同埋嗰啲中堅咧好多嗰啲防空能力咧或者身高咧都冇阿車咁高嘅，唔係喎，嗱我哋好高喎，即係譬如阿蘇比文迪，蘇比文迪係啊，冇記錯阿蘇比文迪，因為兩個蘇比啊，一個蘇比文迪，一個蘇比迪亞，咁啊講緊蘇比迪亞咧就米8到嘅啫，另外咧其實都有個替攻就係阿魯斯當道啦，阿魯斯當道打下啦，但係就佢好似都唔夠米8添嘅，咁所以我都知嘅，即係咁。
有時如果你知啦，即高大中堅，咁可能差個波上腳技術上又冇好似冇咁靈巧，咁佢又中意即揾啲譬如防守中場拱下格，或者啲集位球員移入一格咁樣，咁啊即係加強翻中場嗰個用波。咁但係就有少少顧此失彼咯。不過咧，即其實講近屆成績咧，兩隊我都覺得 O K 嘅。譬如你話上年聯賽排名咧，皇家蘇斯達排第五啦，但係畢爾巴鄂攞冠軍喎。不過當然，皇家蘇斯達其實都攞咗冠軍嘅，前季啊嘛。係啊，因為其實就好得意嘅，上屆就你會見到西班牙杯決賽咧，就短時間內打兩個。咁結果咧，皇家蘇斯達喺四月份嗰、那個西班牙杯咧，佢哋又攞冠軍啦，係即係前季嗰、那個，係啦，即係前屆分前咗上，係啦，先踢，係啊，咁所以都開心嘅，近屆嚟講係嘛，哦，咁啊，都開心㗎，係喎，即係嗰個月一人攞一次冠軍喎。菲巴係攞咗超級杯，超級杯炒霸賽添啊！嗰陣時係應該係即係畢爾巴球迷唔好意思啊，即係覺得係咪平時就俾人哋覺得輕視嘅嗰次，應該係一個哇，仲飛翻次係咪嗰個咁樣嘅心態？咁都有啲嘅，點都始終都係叫 underdog 啊嘛，你對住即係都係叫巴賽啊，雖然巴賽近年都麻麻地係。都是班霸我想問兩位那個你哋心目中咧嚟緊嗰季又好啦，或者平時咧對兩隊波的期望值是去到哪度㗎？即係我嗱，我哋平心而論，我估大家就未必即係諗住當然最好攞冠軍啦，西甲冠軍，但係未必咁諗㗎嘛。係咪杯賽冠軍就是收貨，跟住定係點樣咧？我先說先，我就會覺得畢爾巴其實自己又想去打翻歐洲賽嘅，即係。看看可唔可以爬升翻，即係前列啲啦。其實近年都係其實比較中游，甚至叫中下游咁樣。同埋睇下馬塞連奴會唔會有啲有啲咩變化帶到俾佢咯。即係始終覺得其實佢係一個唔差嘅教練，但係點樣去提升呢隊波嘅上限咧？我就覺得可能同翻以前華為迪啊、比爾沙咁，我覺得仲有少少距離嘅。咁同埋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會覺得阿杜列斯退咗休之後，究竟點樣揾翻一個可靠嘅射手，或者恩拿基威廉斯會唔會可能有翻前兩三季嘅水準咧？咁呢個係我自己有對呢隊波有少少嘅期望。呢個期望。咁我睇下車又點睇啦？因為今年咧，皇家蘇斯達就排第，即係上年咧排第五，今年就要踢歐霸嘅分組賽，唔陌生嘅，因為就向來皇家蘇斯達咧都係嗰啲。我會形容為五至八名的第二梯隊，一兼顧歐洲賽咧，咁可能就即係有啲有冇係降過班係咪試過？有降過，有降過。零六年、零七年嘅時候降過啦，係啦。咁其實皇蘇今季就打歐霸啦。咁我對佢嘅期望其實講真，我係一步一步嚟嘅。咁上季就32強啦，就輸俾曼聯啦，俾人大炒啦，仲要首回合添。係啦，咁跟住咧就我就其實保守啲嘅，入到16強我已經好開心啦。係係啦 ，OK。第16強有進步添㗎啦喎，有進步啊！係啊，曼聯有時都係16強㗎咋。咁西甲方面咧？西甲方面其實我覺得你知皇馬巴塞其實已經講真係超曬班。我覺得期望可以爭到第三，我都覺得好滿足噶啦。哦，好好啦，係我個人係比較悲觀少少啦，知足常樂，係知足常樂啦，係啦，唔敢奢求啊。好客觀嘅一個目標啦，即係大概知道兩隊波我哋應該擺佢咩位置啦。如果未必咁熟悉呢兩隊波嘅球迷朋友咁樣，咁啊大概聽咗兩位即係球迷會可以話對呢隊波最熟悉嘅香港朋友啦嚇，咁就即係都俾咗一啲佢哋心目中嘅皇家蘇斯達同埋畢爾巴嘅資訊俾我哋啦。大概咩位置啊？佢大概點樣踢啊？咁啊嚟緊呢一節咧差唔多啦，俾大家休息一下先。跟住咧，下一節咧會講下更加多喺佢哋眼中嘅西甲其他球隊嘅。翻到嚟第二節嘅乜波都 J 啊，繼續有阿 Eason 同埋有阿 Cheryl 大家陪住我哋傾下皇家蘇斯達同埋畢爾巴嘅呢啲哇嘅故事啊 ，MJ 咁啊，即係頭先我哋第一節咧就略略又提嗰個球員嘅名嘅，就係恩尼高馬天尼斯啦。咁點解要特別再三提多次佢嘅名咧？因為大家都知噶啦，就早幾年咧就喺皇家蘇斯達轉會去到畢爾巴
仲要係涉及轉會費嘅，即係唔係嗰啲青訓自己內部可能唔使錢或者完約嗰啲，係涉及轉會費嘅。轉會費幾多啊？大家記唔記得啊？3200萬歐元，哇，都貴嘢喎，身價不菲喎。係啊，講句，係咪唔得㗎？兩隊球會係咪有世仇㗎？即係係咪咁樣係巴塞戰皇馬嗰種級別㗎？個仇恨，因為問個仇恨面係點嘅咧？阿車。其實其實我想講球迷之間佢個敵對情況其實係好明顯，甚至係友好添啦。係啊，你見到巴西，你見到巴西打爭個手先啦，爭個手先啦。你輸死你啊！見到巴西打比咧，其實好多球迷即係會唔同嘅球迷都會坐埋一齊，其實好 friendly。咁講翻Iñigo Martínez啦，其實佢係當年我記得佢係12月1月嗰陣冬歇嘅時候咧。就咧，佢係唔話俾皇蘇知，咁同我記得係同畢爾包簽咗約嘅，我記得係類似咁嘅情況啦。跟住皇蘇唔知喎，梗係嬲噶啦，所以咪嗰陣時就好大單嘢啦。明白明白，畢爾包呢邊有冇點樣睇佢咧？其實正常啊，因為嗰陣時咧係走咗阿拉波迪去曼城啊嘛，咁啊自然梗係要揾翻個即係有得上中堅啊嗰陣時。咁。你知道一定是巴西地區揾人啦。咁嗰陣時嘅恩尼哥馬天尼斯，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啊，真係 top 嘅，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就算嗰陣時有留意佢嘅話，都佢唔去畢爾包都有機會轉去其他大會，係即係甚至乎全國啲英超大會咁樣。咁但係佢最尾就去咗畢爾包啦。咁但係嚟到畢爾包咧，又好似有少少同即係想象有啲出入啦，即係又覺得啊，佢又好似。麻麻地啊，同埋有時候傷得太多啦，我又覺得佢咁就有少少失望嘅。咁啊，去到而家基本上去到30歲啦。咁你話對佢有冇咩期望咧？咁就冇嘅。希望佢唔好咁多受傷啦，即係希望佢踢到畢爾包，踢到退休啦。其實坦白講 ，MJ 即係如果因尼哥馬天尼斯唔係近年嘅發展係咁徘徊的話咧，我哋早排一齊陪住大家睇西班牙國家隊嗰陣時咧。左腳中堅嗰個角色咧，就唔會係帕奧托里斯噶啦，就可能係恩尼高馬天尼斯噶啦。講真，咁啊，可能未必有機會喎。不過睇兩隊波可以有好多更加認識兩隊波啦。咁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好多呢隊波嗰啲陣容啊。咁因為呢兩隊波尤其是畢爾包咧比較特別，一定係巴斯克地區。咁我哋平時咧呢個位咧就可能問下佢啊，有冇邊啲人咧 FF 下可以轉會？咁呢個呢刻就唔問呢個啦。但我想問下咧，你覺得呢隊波咧？即係你最有信心嘅位置同埋最冇信心嘅位置，大概邊啲位置？其實最有信心就反而近年一定係門將咯，即係西蒙烏尼西蒙啦，即係佢名動天下啦，而家笑咧，你係咪即刻諗翻歐國杯？我真係諗翻歐國杯嗰陣時，係啊，真係啦。其實好難得嘅，即係歐國杯佢有嗰個犯錯，但係佢去到。對意大利是不是對意大利啊？即係佢都四強，好似克羅地亞，我記得四強咁，佢都即係 keep 住個水準都唔係話跌得好，係係好添啊！直情即係復原冇信，唔會話冇信心咁樣，同埋難得嘅，即係你畢爾包球員直接即係代表西班牙國家隊。咁近年我諗最出色嘅可能真係烏尼西蒙咯，即係你話撇除恩尼基威廉斯或者係蒙尼恩嘅話，咁對佢有啲期望。咁但係，咁當然想去留啦，但係佢要走嘅，我覺得都阻止唔到。係咩？佢而家走㗎？係咯，佢有傳過話阿仙奴同維斯咸要佢嘅早期，即係早幾個月啦。係因為未去到歐國杯踢之前都已經傳㗎。咁啊係，佢歐國杯表現都唔錯。有冇弱點俾人擊破嘅位置啊？其實都係中堅咯，即係始終恩尼哥馬天尼斯都維斯咯，係咪？即係你話耶利亞尼斯同埋烏尼紐尼斯都有少少期望，但係其實咁呢三個中堅點樣去配搭呢？咁其實我又覺得即係最有信心嘅一 pair 組合，我都未近呢幾季，我覺得都未俾到一個我嘅係咯有信心咯。咁你話其他嘅位置嘅咁弱點嘅，我諗其實冇乜話太大咯，同埋你話。可能真係前鋒咯，即係路易加西亞都35、36歲啦，咁多年啦，即係佢馬體會翻翻嚟之後，其實頂唔到好耐啊，真係。我都同意嘅，因為即係除咗路易加西亞之外，你數埋咧，即係年過30嘅老將迪馬高斯又係啦，左閘嘅巴倫斯亞加又係啦，即係幾大老將防守中場丹尼加西亞又係，即係好多球員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年紀，仲要。
唔係，即係你知啦，青訓嘅造星廠，咁你下面嗰扎年輕人要上位咧，唔係一時三刻嘅事啊嘛。咁你冇乜機會，雖然畢爾包就即係冇亞洲賽打啦，咁、但係你聯賽與聯賽之間咁樣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咁你輪換啊，或者即係啲球員上嚟接班嗰下咧，未必係咁如你所願咯，即係都要睇下啲球員嘅成長速度咯。係，可以係，係啊。我想講，即係今季係有啲期待嘅，又話恩尼基威廉斯個細路，力高威廉斯，高威廉斯係啊，即係佢上季尾開始已經係西甲上陣，咁睇下會唔會同佢阿哥有咩化學作用啊，或者睇下佢喺邊，因為佢打其實逆風啦，我覺得佢即係睇下有冇啲。新衝擊帶俾呢隊波我都估到你係講期待新秀嘅，即係冇計啦，畢爾巴唯有係咁樣。咁啊，頭先我聽過黃蘇嗰邊都係話擔心中堅嘅，所以係咪都係中堅呢個位置最令你即係冇信心啊？其實我覺得兩三個位置嘅，咁第一就係、其實我會覺得門將係會比較擔心嘅，因為其實前季咧嗰陣前季咧，列美路係成日派膠，跟住到上季咧係突然之間好神勇喎，唔知點解。係啦，咁我諗係因為個門將嗰個 training 係因為我前兩季咧，其實講真係由一個好似喺皇馬做過門將教練嘅一個教練啦，去過嚟黃蘇去做呢個門將教練啦，咁但係佢今季咧佢就走咗啦。咁我唔知列美路喺冇嗰個門將教練底下，究竟嗰個表現會唔會突然之間好大變化咧？再教翻啲係啦，咁中堅啦，咁頭先我所講啦，咁其實講真你話真係正統嘅中堅其實真係得嗰個叫做拿洛文迪呢個，咁但係佢嗰個轉身唔係佢個身材 OK 嘅。好高嘅，咁但係咧，佢個轉身真係慢。我有幾次睇佢踢波咧，都係守唔住人哋啲好快速嗰啲前鋒。咁另一個就係、叫做係替攻啦，有兩個啦，蘇比迪啊，同埋 Ustondo 啦，叫咩啊？魯斯當道啦，係啦。咁蘇比迪亞咧，教練好中意用蘇比迪亞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即係可能佢派波係比較好啦。咁但係佢真係好唔擅長。我自己覺得啊，佢唔係好擅長中堅呢個位置，即係成日都係會有好多失誤喺度啦，係啦。咁第三個會覺得有啲危機咧係左閘嘅，左閘係啦。咁因為咧，其實依家個正選其實係蒙尼爾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蒙尼爾幾多歲咧，其實佢開始老啦，係咪先？咁佢個後備係叫做咩咧？嗰個叫咩？蒙老師佢，我記得佢23歲啦。咁但係我睇佢上季踢波，其實佢係一個冇乜身位，又扭波又唔係太好嘅一個球員。我諗球隊留佢係因為佢係青訓產品咯。留多佢幾個睇下佢個發展係點樣啦，咁樣。我明白啊，即如果阿青唔係皇家蘇斯達 fans 嘅話咧，好似我哋呢啲中立球迷嘅角度去睇咧，佢就會話質素平庸四個字，即係可以。我知道都唔想咁講。而家佢係 fans 都話上代觀察，好有 potential 嘅，係啦好大潛力，潛質優厚可上代觀察。哇，聽落係龍門啊、後防啊，全部都千瘡百孔。喂，聽埋好嗰啲先，聽埋嗱，所以咧。咪就係點解皇家蘇斯達近期轉會市場咧，就係簽咗兩個強啦，呢個都要交俾你講講啦。因為馬菲賴恩就澳洲門將，同埋左閘迪亞高列高，呢個就仲新鮮滾熱辣添，琴日先簽翻嚟。係啦，係嘛？咁迪亞高列高佢係應該係咪由搬嚟茅夫？搬嚟茅夫啊！咁我皇蘇琴晚 po 咗條片咧，就睇佢嗰啲精華咯。我見佢好似踢法係比較係簡單直接嘅。係啦，佢係只要防守為主嘅。咁其實有從之前依家踢緊畢爾巴嗰個叫貝哲治，佢之前踢過皇蘇，佢嗰個踢個風格其實我覺得係有啲相似嘅。係啊，咁同埋我諗佢都係要接班，同埋都佢都係覺得蒙老師可能真係未必得啊，真係麻麻地。唔係，其實佢仲有個叫奇雲諾迪古斯，不過我覺得皇蘇都其實上季都外借去雷加
雷加尼斯那裡的。咁我諗今季其實皇蘇只要外借咗嗰個球員出去咧，基本上就好大機會其實唔會留翻去嘅啦。所以我覺得洛迪古斯或者係咁講，下季今季我見到嘅可能只係剩翻蒙尼爾同埋大高列高，蒙老師可能就少啲上陣機會啦。咁啊，即係皇家蘇斯達啦，頭先都點評過啲弱點啦。咁優點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頭先講個地面組織啊，咁其實都即係咁多年以嚟，譬如你話基沙文咁，始終喺皇家蘇斯達，哇，就係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啊。咁而家呢一代嘅進攻球員啊，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哋一路講咧都冇乜話點樣提過戴維斯華。咁固然戴維斯華喺陣中嘅角色好重要啦，二老帶身啦。咁喺佢嘅即係教導底下，有邊啲其他球員？因為戴維斯華我哋都好熟悉啦，都無需要再多提啦。反而有邊啲球員新人嚟講，係喺佢嘅指導之下，近年嘅發揮係穩步上揚啊！我自己覺得，22號嘅巴倫力斯亞咧，佢其實幾好波，我覺得佢啲波底唔錯啦，亦都係好好扭嘅一個球員啦。係咯，我覺得佢係近期一個，即係我覺得依個皇蘇嘅左邊咧，就有一個可以代替奧耶沙巴，即係如果奧耶沙巴休息啊或者受傷嘅時候咧，可以用佢嚟代替嘅。係啦，咁另外梅基蘭斯啦，依個好似一個受過重傷啦，亦都係阿房中維介紹過，我記得係一個球員。哇！你咁都記得，我都記得，因為皇蘇嘅嘢我就記得㗎啦。係啊，梅基蘭斯就亦都係一個左中場啦，亦都係一個叫95年梯隊嘅一個青訓產品啦。咁我覺得咧，我覺得 OK 嘅，但係就即係好少上陣機會。係啦，我希望係咯，球隊可以俾多啲，或者教練俾多啲機會俾佢啦。我覺得係厲害厲害，聽到呢度都知道兩位嗰個粉絲嗰、那個即係忠誠嘅程度啊！哇，已經去到識到嗰啲咧，即係唔係經常出到場啊，或者係即係希望企更加多時間俾佢嗰啲球員咁樣。所以咧，好值得問一下咧，即係其實你咁熟悉自己嘅球會啦，佢哋對住其他球隊，你會有咩諗法咧？即係你哋有冇心目中覺得比較容易食滑嘅球隊，或者調翻轉話我哋對俾人黑死？係啊，或者自己兩隊對佢點睇咧？即係咁多年嘅慣例啊！由我講先，我又覺得即畢爾巴又好奇怪嘅，即係佢對皇馬同巴塞咧有冇辦法㗎？即係佢又有啲辦法喎，唔知點解。記唔記得我哋即係早幾集講皇馬嗰陣時啊，巴塞其實佢哋都嘅球迷會嘅代表咧都提過畢爾巴喎，即係驚畢爾巴喎，即係畢爾巴真係印證咗啦，對強隊係有辦法嘅。係啊，即係你反而你叫佢對翻嗰啲即係基達菲啊，跟住對翻咩阿爾巴啊嗰啲，即係你就會覺得。不會覺得他們吃眼這隊球啊，吃眼對手咁樣咯。但你反而你對巴塞皇馬，特別是主場啊嗰陣時，未搬去聖馬美斯嗰陣時，即係新球場嗰陣時，哇就覺得即係成日叫地獄主場添啊！因為即係啲球迷好熱情啊嗰陣時，即係仲而家冇球迷啊，即係嚟緊應該會又會有翻啦。咁係咯，睇下希望主場成績會再好翻啲咯，即係希望對翻啲中下游啲對手即係。希望場場都可以攞到三分啦。問個挑釁啲嘅問題先，對皇蘇點睇啊？皇蘇其實，我覺得要報翻仇嘅，始終輸咗西班牙杯啊嘛。係。跟住同埋近年對皇蘇啲成績都唔好嘅。係啊。係啊，對成績。我成日睇畢爾巴對皇蘇嘅精華啊，係好好 J 嘅，因為次次都好似贏嘅喎，唔知點解。OK。係啦。即係皇蘇有優勢喎，如果對皇蘇有優勢㗎，係啊，皇蘇有。咁皇蘇呢方面有冇邊隊比較？除咗畢爾包之外，邊隊比較有信心？其實講真，我會覺得對巴塞有優勢嘅，係啦，因為咧點解咧？作客就唔好提啦，作客巴塞我記得係可能三。我支持咁耐，我未曾見過皇蘇同巴塞贏過波，和波都試過一次啫。咁但係佢主場對巴塞就好有優勢喎，唔知點解。我記得係嗰陣時係一到一四啊，嗰陣時基沙文仲在陣嗰陣時候咧，係連續幾季係對巴塞都係唔會輸，甚至係贏波咁滯。我印象中咧，因為同個球場 size 咧可能有少少關係啊，睇下大家即係有冇啲數據支持下我咧，就係因為
當你喺主場咧，譬如或者有啲西甲球會嘅主場咧，你知道老型球場幾大噶啦，放佢哋即係地面猜傳啦、走位配合嗰啲啦。咁但係有啲球隊嘅主場咧，佢哋就嗱唔係唔啱標準嘅，因為球場嘅 size 咧有個範圍，你可以即係最細去到邊度？係啦，最細啲嗰個闊度啊、長度咧，可以用最細嗰個數字。咁你如果最大嘅可以用最大嘅數字。咁所以皇家蘇斯達可能就係正正佢哋個主場就係相對比較窄啲、窄長啊，咁令到巴塞隆拿啲組織起上嚟就可能就係、是、加上即係近年你都知啦，巴塞嘅故事，大家都有聽過你之前嗰一集啦，都知道佢哋而家有啲咩問題啦。咁所以就主場啊，可能都有啲優勢。不過講起主場咧，其實啊兩隊都近年係叫做有個新主場啦，咁啊暫時即係。雖然依家就可能未體現到嗰個價值住，因為未有球迷，或者即係搬咗去新主場之後咧，咁快又遇上疫情咧，咁可能即係喺商業考量上面，或者即係喺球場其他啲即係周邊啊嗰啲品牌啊，或者即係去 sell 或者球會嘅時候咧，又爭些少，未有咁嘅效果。不過整體嚟講都係一個進步嚟啊。係咪咧？主場而家有冇即係信心大咗啊？新球場？定係都係仲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喎。我覺得都係有球迷就一定會好啲嘅，始終其實兩隊都係即係始終都係地區咁重情感嗰啲球隊咧，始終有球迷係爭好遠嘅，即係啲打氣聲啊嗰啲，即係唔係比較我覺得係有分別嘅，始終有球迷會好啲啊。嗱，最後咧就真係問下兩位啦，一個。即係都幾多西甲球迷啊，西甲球迷關心嘅一個話題就係呢啲第二梯隊嘅球隊咧，即係包括埋維拉利爾啊嗰啲咧，點樣可以收窄同前四個差距嗱？因為譬如上年咧，我自己就貼咗西維爾冠軍嘅，最後事與願違啦嚇。咁但係西維爾咧，好明顯就係、是。本身其實佢哋十幾年前都係可能係五六六嘅啫嘛，可能就係皇家蘇斯達嗰啲咁嘅感覺。但係西維爾可以一舉上到前四，皇家蘇斯達得唔得咧？畢爾包當然即係早八九年都入過歐聯，但係畢爾包嘅情況我知就即係另類啲嘅。但係皇家蘇斯達有冇咁嘅條件啊？車其實我覺得有嘅，其實上季某段或者係季初嘅時候咧，其實。個排位是很前的皇蘇，咁但係去到季中就啲主力受傷啦，包括我記得有段時候咧係美連奴啦、奧耶沙巴啦、戴維斯華啦、伊蘭恩文迪就唔使講啦，嗰三個係一齊受傷，嗰段期間係其實冇贏過波，咁住一跌咧就跌到去第七、第八位，咁其實已經跌咗幾位，咁原本係由可以叫做可以。爭冠軍咧就去到已經係基本上去到中游嘅位置，所以我覺得其實只要唔受傷咧，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嘅。係有個數字嘅支持你嘅，因為上年咧皇蘇係曾經有七周時間排喺榜首，係比皇馬、巴塞仲要多嘅入波。只要解決傷兵問題。係啊，係。咁但係畢爾包就真係伊神，即係我都唔係好想咁講，但係你又唔即係你。支持你認可他哋球會的方針，但是奈何在限米主限化的情況，我想球迷都已經看透了了。其實真的看透了，就是你是很想好像維拉利爾那樣，可能你靠贏歐霸杯，那你就可以踢到歐聯了現在。但是畢爾包究竟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實力，或者不要說實力，究竟是你輪換，究竟有沒有夠多球員有實力去踢到兩邊的戰線，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啦。即係你又要兼顧聯賽，又要兼顧歐洲戰線，我想其實以現時的畢爾包來講，我想就真的不大可能咯。但係你問我的主觀願望，咁我覺得最大目標一定是重返翻歐洲戰場先。就算可能不是歐霸杯，可能新的 Conference League， 我覺得都接受到其實係。或者啲新秀能夠即係接到班啦，力高威廉斯呢啲即係冇辦法啦，巴斯克地區要用翻巴斯克地區球員，咁佢唯有即係好難係求諸於外嘅時候，就希望自己青訓嗰度咧更加加油啦，有啲球員能夠新星湧現咁樣咧，咁就唔好話去到挑戰列強啦，起碼自己嗰隊波有更加好嘅成績啦，嚟緊有三個歐洲賽事可以爭，重返歐洲賽場咧。應該有機會是大了的，但是是值得擔心的，即是那個厚度會不會入了歐洲賽
反而成為婦女呢，咁呢啲真係我哋要拭目以待嘅嗰個發展啊。咁不過今日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即係非常之多謝呢個畢爾包同埋皇家蘇斯達嘅球迷會上嚟同我哋現身說法，講咗好多呢啲關於兩隊球會嘅一啲 details 俾我哋聽。我最大得著呢就係話俾我哋聽呢，他們是不怕巴塞皇馬的。如果他們因為有很多古波球迷在等這一句，我知道騙了你們很久，看半個小時劇就是等這一句，對巴塞皇馬不用擔心，我們就最重要主場比較可以不用那麼怕，可以放心地去嘗試下踢下這一邊，不要只是識買明白球隊樣，不是的。所以呢我們看看有沒有更加多他們這些賽事可以再請兩位嘉賓上來跟我們講一下。兩位，這個賽事應該是這樣的情況發展的，我們看看之後可不可以跟大家繼續玩下去。這次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